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们会探究本生焰哪一个位置最热。先点着本生灯，将气孔打开，使火焰呈现蓝色，然后用钳夹住一块铁丝网，将铁丝网放在蓝色火焰之中，铁丝网受热之后会发出红光。而家将铁丝网放在不同的位置，铁丝网在哪一个位置最先发出红光呢？本生焰哪个部分最热啊？